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康哲。然后我刚看完《爱在弹指间》的试片，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，而且对于时代性非常考究的电影。然后女主角真的很漂亮，然后题材真的也很有趣，让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无聊或者是觉得烦闷，是一部非常非常可爱，然后非常法国风情的一部电影。那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，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戏院看。3月29号，《爱在弹指间》。